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黑，今天是来华强北这里给一个青海省的高考学子弄一台 MacBook Pro 啊。他是过几天要准备填志愿了，然后是比较着急，所以今天就赶紧出来给他拿这个，是17款的 13.3 寸的 Pro 啊，然后带这个触摸条的，然后机器没充电，我们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，机器是检测过了。是 OK 的，然后里面也是装了这个双系统，这台机器的成色还是比较不错的，然后刚好家里是有这个原装的盒子哦，然后就顺便送给他，然后再给他一个鼠标，还有一个 Type C 的扩展坞，虽然这个盒子脏了一些哦，但是市场一个原装的盒子还是要大几十块钱的，然后给他配好这个充电的头线啊之类的，还有一个电脑包，反正就是能配齐的都配齐给他吧，让他收到就可以直接用，希望他能选到自己喜欢的大学啊。